我们下一步是往这 DO 里面添加方法啊，来添加一个 PUBLSA 这里面 VYD ADD 是不是啊 BOOK 根据什么添加，是不是你传过来的 book 啊，对不对，添加受益的呀，两不就两三代码的事儿吗，是不是，第一个完成了 QR 点 update， 这里面是不是写搜索语句，那这玩意儿是怎么的，是不是已经有测试数据了，肯定是 C， 我呀对肯定是 C 啊，肯定 V 是不是啊，把这里面是不是全删掉，哎改成一二三四，是不是四个问号，逗号逗号逗号，对不对，把这分号是不是得干掉，这里面写什么呀，逗号，这后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可变长度的这个参数，对不对啊，来 BOK 点 get 什么呀 ID， 是不是 ID 啊，第二个是 BOK 点 get 是不是有个 name 啊， get name 啊，然后逗号 BOK 点 get price 啊，还有一个是大家注意啊 ，BOK 点你这个 price get price， 那不不是不是 number p number 对了是吧？你大家注意，咱们瞅一眼来，这里面数据啊 ，ID name price p number 是不是还有这个？还有这个，你看数据对不对啊 ？ID name price p number 对是不是？再来来，逗号 BOK 点 get 是不是 category？ 还有逗号 BOK 点 get 是不是 this？对，这里面粘过来不行啊，真是少两个号啊。六个，是不是六个？异常，抛它。好了，是不是就完事了？来，那么下边咱们这样啊，到 service 是不是这个里面？再写个方法来，我把这注释写上啊。添加图书信息，我写这样的注释有个好处，你鼠标一放上去是不是提哪去了，是不是提示你这个人干什么的，对不对，来下边咱们业务层里面 PUBLSA public public LSA wild 就是这玩意儿现在的业务太简单了，跟简直跟咱们 DAO 方法都一样了，是吧？一样一样啊！来 ，BOK DAO 点 ADD book 啊，少写点东西是吧？这里面是不是得需要一个叫 BOK 下边的 BOK？ 这只能再看一下，添加图书。好了，是就完事了。下一步我们是写 servlet 了。这 servlet 现在有没有？没有的吧？我是得创建新创建一个 servlet。这样来，右键我们新建一个 servlet。servlet 啊，其实新写它不太好。我们应该怎么的呢？是得参照这个谁呢？咱们是不是有个叫 ADD 这个载体啊？看一眼对不对？看一眼它需要什么东西啊？这里面大家看啊。这里面什么 form 是不是哪去了，我得等会儿啊 ,inc type, 大家看 ,form 里面有一个 name 是不是 action 啊，还有 message 是不是啊，这玩意儿吧千万得删掉。你这玩意儿一留着坑爹了。表单提交不了，那咱们文件上传的时候写的啊，你那句话要留着的话，它表单数据就不是字符串提交，是以二进制的方式提交，你后台取不着值了。啊你就知道行了，把这玩意儿干掉啊。action 同学们啊，后面我会学到那句话啊，我今天上传的时候会学到啊。action 往哪跳啊？导览服什么呀 ？page context 点 r e q u e s t 是不是？点 t a t i， 我这是不是写错了什么的？
罐子没有提示是吧？配置 content request 改成 content path 啊，下边的 SERVRET 是不是、啊？下边是不是叫 ADDBOKSERVRET 是不是这个 A 小写啊？来，把这个复制一下 ，Ctrl C， 保存。那么咱们往这个生态里面写之前呢，先看一眼同学们啊，这里面是不是有个什么呀？添加商品，商品名称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图就行了。是不是商品名称、商品的单价、商品数量，对不对？是不是还有商品类别、商品描述，但是少一个。我们写几个问号？六个，这里面几个值？是不是只能给五个值？是不是少个 ID 呀、啊？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 ID 一会儿我们得自己弄一下。这个 ID 是不是自动生成的呀？对不对？当然自动生成就行了。那么咱们一会儿怎么去生成一会儿再说。ID 不是自动生成的，对不对？我是不是写的字符串就行了 ？ID 啊，那咱们一会儿再说啊。现在同学们，我这个咱们知道是不是提供它提供五样的值啊，五个值啊。那么咱们写一个 servlet， 右键我们新定一个 servlet 啊，这是不是叫 ADD book servlet？ 给这个 A 改成小写的，来 ADD book servlet 啊。这里面同学们第一步干什么呀？哎，是不是获取表单数据了？第二步咱们是调用，哎，还是这个业务是不是、啊？业务逻辑啊。第三步还是顺发转向。好，后期表达数据，我们是不是有个叫 BOK 这个对象啊？是不是、啊、？BOK 等于 new 一个 book。下一步 BENUTL。不是，这 user 是这个吧？是。对，打不打错？我看看，等会儿啊，等会儿。我是不是打错了？打错了，不好使了。是不是下边这个？点 populate 是这个？是不是把 b o k 扔进来，然后 r e q u e s t 点 get parameter map， 现在是不是就封装了？拆开一下啊。来，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我是不是没有 ID 啊？它这里面那五个值都有，但是 ID 没有，是不是、啊？那我就手动设置一个呗。BOK 点是不是 set ID 啊？这 ID 是字符串，我跟你说，这 ID 怎么弄啊？你肯定不能死写死，对不对？写死肯定不行啊。咱们借助一个工具类，这里面是有 utils 啊。来，同学们，我新建一个 class 啊，这叫。UUID UTL UUID， 看看呢，我写的东西啊 ，PUBLC public string get id， get 叫 UUID 吧。所谓这个 UUID 什么东西啊？看这里面啊，这个上次给我们提供一个叫 UUID UTL UUID 是哪一个？啊，对，就叫 UUID 啊。是不是这么一个对象啊？点什么大汉是不是有个叫 random UUID 啊？嗯。那么这就是随机产生一个这个随机数啊，这个随机数啊，它的重复几率在于这个十亿分之一，十亿次之一。这个重复几率。是这个几率，是不是基本上是不会重复、啊，对不对？嗯。那么同学们，我们得到一个这个对，它大注意，它返回是不是一个 UID 对象啊？我呀，咱们就点什么呀？初始性就完了。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东西啊 ，return 啊 ，return 一下啊。好嘞，我写上 static 静态的，是不是可以了？啊。得到随机。的一个字符串，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这东西来 ，M N， 咱们写个闷方法啊，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叫 get U U I D 的方法，对不对？我们来输出来，好了，运行一下啊。
是不是产生这么一个东西？再来一下，来，是不是不一样啊？是不是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不一样啊，产生这么一串东西，看没看到？这么一串东西。就是一个十一珠串啊，看这儿来，我们这里面怎么写啊？ UUID util 点 get UUID 是不是就完了？现在 ID 是不是也有了？有了，咱们下边是不是调用业务逻辑？调一下呗， BOOKSERV service 是不是啊？叫 BS 得了，等于 new 一个这个 service，下边是 bs 点什么呀 ？add book， 就把 book 扔进去就完了，对不对？发射项 request， 往哪跳 ？get req 是不是这么的啊？我们然后点 forward， 我是不是转发到哪去呢？booklist。SERVRED 这么写行不行？行不行？我用不用写斜杠？你要写斜杠倒麻烦，是不是 SERVRED 是不是还得这么写啊？你想会吗？我现在这个代码是不是就是 ADD Serverlet？ 这个 Serverlet 是不是在咱们这个 Serverlet 这个包下边了？它这个 serverless 是不是也在 serverless 包下边？这叫什么？是不是叫相对路径？能不能理解？这是可以的，我这么写能不能理解？啊，我就写了吧。不写斜杠是不是？代表相对路径。那相对谁呀？哎，是不是相对于本类？的路径啊，是不是？就是啊，这不就写完了吗？把这个异常就给弄个大一点异常的，代码太多了，要不要？好了啊，来，我们是这个相当于是不是怎么写这个？啊，手动生成，生成一个随机。ID 是不是明白？当然每次是不是都咱们都自己生成一个？好了，这不就完事了吗？来，跑起来，重新部署一下啊！完事没？完事，等会儿啊！来看靠不靠谱，同学们？靠不靠谱？添加。来，咱们书《西游记》啊，行，商品价格，20啊，这属于哪种类别的？文学，少儿，数量10本啊，好书，各种好书都是好书。来，是添加，走，都给我出来。呀，这都是这份啊 ？req .et set character encoding， 这叫 UTF-8， 是不是啊？你没解决乱码对不对？其实还有一个地方，那个行不写了，那个咱们是不是有 list 的 serverless？ list serverless 这个应该往外输出对不对？我们避免它有问题。当然这里面大家注意啊，我这里面这个数据已经输了，行啊，最好咱们的 restone 点 set 叫 content type， 就这个叫 tmp 斜杠 html 括号 set。等于 UTF-8，是不是这样更好一些？啊，当然我刚才也没写也没乱啊。这回再来，我刷新点
我就猜就得有书记进来，这谁添加也乱了这。哎呀，这里边历史记录是吧？来二十，这是什么片儿？不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哪种类型？经典呢？哪有经典啊？励志啊，老励志了，哎，好书，看你把你们乐的，哎，来，确定，是不是进来了？嗯，完事了。